被追赶了，旁边那个是坏人，我们这个船要快要翻了，我们要找个陆地啊！糟糕糟糕，不要翻不要翻啊！我看一下这个地图到底在哪边啊？听说这边有个小岛才对啊！啊，在我的后面啊！我要掉头过去。我们的炮台坏了，完全不能攻击啊！我们现在赶快逃离这个地方。这个风雨也太大了吧！好了，我们终于到岸上面了，跟这个章鱼哥，我看一下章鱼哥长什么样子。章鱼哥好丑哦，他是怎样？他的胡子没有剃吗？为什么他贴图长这样？他不是很漂亮的吗？怪怪的耶！等一下，我看到前面有僵尸哎！糟糕，他们被人家催眠了，路上都是僵尸啊！糟糕糟糕，我们赶快走！章鱼哥，跟我走！哦，有人走过来了，小姐，请问一下那个路怎么走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脸红红的？为什么脸好可怕哦？章鱼哥怎么办？章鱼哥保护我啊！那个女生怪怪的，要只会这边旁边发呆，打她啦！快点快点！哦，她又爬起来了，她怎样？她踢她，她是怎样在地上打滚哦？有有有有有，她爬起来，她爬起来，没砍到！哎，你帮忙一下好不好？要在旁边看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哎，他站起来了，踢呀、啊！他居然没事哎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章鱼哥，快快快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快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先把他打，踢到，哎，没有中，快走，快走！哇、哦，这鱼也太大了吧，行不行啊？哦，那不帮我打一下的，走开！我们得找个地方休息啊！啊，这里可以躲一下小雨啊！哎，章鱼哥是怎样？你喜欢淋雨就对了。哦，前面有辣妹过来了，这位辣妹，等一下酒吧怎么走啊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靠那么近啊！我只是问你路而已，行不行啊你？哦。是僵尸，怎么会这样？走开！哦，砍了！章鱼哥，你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。这里，我看看，把你设定一下 ，come back。OK。这样子应该可以跟我一起攻击了吧？先试试看前面的僵尸。哎呦，你还是在那边发呆，砍啊！砍！砍死他 ！Go！ 大乱斗，好像一个人打很累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到一些资源啊，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再逃离这个小岛，充满丧尸的小岛。这台车可以开吗？上车。可以耶 ，Let's go。我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好了。这附近什么都没有啊，最近也在这里耶，商店。去商店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拿好了。哎、欸，附近有支线任务哎，不要理他，我们直接开好了，直接朝目的地开去。哎、欸，我有开错边吗？怎么觉得很远啊？啊，没错没错，在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要
从前面绕过去。哇，这路上完全没有人呢。哦，这也太远了吧！而且我的驾训班有考到证照啊，不然这个车应该没办法开吧。哦，欣赏一下风景。就我觉得 Jack 他开车其实好像不太适合，他应该是要骑马吧。对齁，等一下应该骑马一下，我等一下骑马给他玩一下好了。我先开车车去搜刮一下物资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骑马，应该蛮好玩的吧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商店啊，去商店抢一下东西啊。哦，其实我的背包里面还有食物可以吃啊，我看一下可以吃什么。耶、yeah, ，至少都补满了。走喽，章鱼哥，章鱼哥，好，我先叫一下马，我们骑马走回去刚才的海滩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骑到马喽！这是马，这是马，这是马。OK， 没有看错，这是马。哎、欸，好怪哦、喔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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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恰恰恰恰，快点快点，旁边有僵尸啊！快点，快点走啊！你们慢慢走，快点跑啊！快点跑！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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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章鱼哥，你需要帮忙吗？这匹马只能一个人坐、啊，你慢慢走，慢慢的走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，这个马是怎样？不听使唤呢、啊？哦，我突然觉得开车比较好玩。呵呵，这个马也太好笑了吧！哦，好酷哦！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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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不行啊？哦，它可以加速哎，加速，它只能短暂加速啊，可以啦，只是它跑很慢，怪怪的。啊、真的怪怪的，哇！你还跟得上哦，你好厉害哦！我看一下章鱼哥，章鱼哥，章鱼哥的贴图好丑、哦，我真心觉得他的贴图可以换好看一点的。转过去啦，我看你背面。哦，你很烦哎、欸！不管你，我上车了。我要上车，我不要下车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走喽！你这匹马快点走好不好？你这匹马很慢呢、欸，你真的很慢。你在逛大街吗？这样怎么行啊？我们这样到海滩还有很远的路哎、欸。哎呦呦呦！好，你就往前走就对了。好，没错。我们一回到这个海滩，就受到警察攻击。我猜应该是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他的车吧。走开啊！那警察怎样啊？章鱼哥，交给你了。他居然用电击枪想电我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走开！死吧你！砍死他，章鱼哥。这个枪可以捡吗？哦，我居然可以捡他的东西哎！哦，我捡到他的手枪了！这把手枪可以用吧？那个直升机很讨厌，把它射下来。章鱼哥走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背上有散弹枪啊？可以拿，可以拿。我刚以为
不能拿、啊。这警察很讨厌。我们进去看一下他的穿着好了，他好像有戴帽子。我先躲在这个后面，让我躲一下。哦，这警察有戴帽子，好屌、哦！戴绿色帽子吗？紧走趴下，帽子给我。这帽子好帅哦，可以捡吗？章鱼哥冲了。我是不死之身啊，那个枪打不了我。哇，这散弹枪好强啊！捡一下子弹。警察是怎样？这么会龟？不要躲了！我已经四颗星了啊！章鱼哥，快点捡一把枪啊！我又把你撞倒了啦，不好意思啊！散弹枪给你。哇，哇，超猛的！我要捡一下，我也需要一把。哦，这个车子快烂了。我们现在被围殴啊！我的子弹好多、哦，我的警察杀不完啊！哦，等等等等，反恐小组下来了，把他射下，射死他！什么枪啊？卡宾步枪。后坐力好强啊！哦耶！哇，这个地球好好危险啊！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逃离这个地方？哈哈。哦，这个后坐力会飘哎、啊，章鱼哥不用躲了，我们赶快跑走啊！快跟着我，你的船在那边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！ 快点，快点！哇，这个海浪好大！哦，一直把我冲回来了。还有多远啊？快来快来快来！冲啊冲啊冲啊！哎、啊，他怎么游不过去了？他累了啦！他竟然还会累！快快快快快！船就在前面了，快点快点！游啊，加油杰克，加油！哦，快到快到快到了！上船，上船！又去哪里啊？奇怪，你、欸、爬上去了，现在也可以，太好了！水上侯爵，不管了，我们要开走了，冰罩哦！哦，船要沉了，船要沉了！这警察好多、哦，哇！哇，两台直升机跟在旁边呢。快，我们传送门，让我传送一下。章鱼哥，快点，炮火帮我攻击一下。